最后比你要紧，是不是会当给我记啊？甲我笑哩！小宝，赶紧来！你是恁新老母，你赶紧见笑呢！小宝，阿娘，小宝，阿娘咪叫，人讲细听一鼻，向个功劳较大天。希望你以后好好顺你的养母。哪里阿娘，今日叫我一句亲娘，我就已经心满意足。哎呦，大嫂，好紧哩！今日我的大嫂已经决定无要管，希望大哥你能原谅，心内无叫。好好好，好啦，怪死你啦，辛苦你，小我一定要死哦，小弟啦。爸爸你你当倒回来啊，是啊，这多年后我也希望说你家己还能当幸福过日子，要我也是思念大哥你，不是会倒回来。啊你什么呢？你要搁离开我？这是当然啊，我哪会当破坏你小人的感情呢？小弟啦，啊你有够戆呢，我是你阿兄，叫你的天下笑，哪有可能做这款的代事？出谷叫马是无，我甲德军是清清白白啦。什么？杨公？啊，叫哪个医生？伊是阮姐哦。伊是我的夫人，我以为伊，不是啦，你误会我。哪会是安尼？德军，你是干要离开？那一段感情算什么？你走啊！罗罗，我今晚要来又要走，阮大嫂已经倒转来啊。呀，当然我即马爱留伫这个厝内底，一七年来，好我给你弥补啊。七年来，你对我这么忠厚，你淡无情，看你的条件安怎做，你若做了无好，我跟我离开。我知啦，是不足，因为我对我的大哥无情，伊也对我大爱，所以写来必须写代志啦。好啦，好不容易，一天两天，这是我心内总忙但是事啦。我跟有熟悉呢，都是伫个干边的所在咯。啊，对哦，是干边啦，干边啦，迄个所在，你要去做兵啊？我想讲伊该无会生啊，我唔只是讲咱两个未生，我见甲我生一个，伊就无爱呢，伊某要甲我骂呢，伊某就是拄只做妖狐迄个啦，迄有一摊在房间高摇啊迄个啦，迄个妖狐啦，迄个无会只我生呢，大哥，歹势啦，这里后我甲你消解者，这是我的电话。你好，恁两个拄好嘞，半斤八两啦。哎呦，那拄好，高粱也红豆红。你啦，你滚滚打当戆啦。嘿，我讲你一句，喂，阿你上介好，你来我做官，你来小弟的当官官，咱口水相见你们，家人住这个所在。